天亮好了，季军 A 跟着博弈不回去啊。那突然回来 A 一下，飞神中断，想做个空隙，不好意思，你在想屁吃。接上头，再 A 一套，给拉过来，再给他拉回去。上一波他已经到我回边的位置，这一波我直接神死神拉，淡定一手，飞雷神拉开想抓我，我十三个。